妈独家明明讲吃袂落，看到瑞德送的物件，都够胃口啊！喂，阿弟啊，阿弟啊，创啥？过来做伙食啊！啊，你唔是爱食青草，歪食？当然唔爱食啊！来，这边的呢？妈，你唔是看中医医生，唔是甲你讲啊？叫你冰的物件尽量莫食啊！这青草这尔冰着啊，安尼敢好啊？妈，啊你看中医哦，啊想什么啊？啊，就姓洪啦，惊我伤忝，啊叫我去看中医哦，啊调一下身体。啊，人家医生有讲啊，医生是讲哦，唔好食伤济，啊无讲袂用个食啊。啊，我拄只看遐公文，看到哦，足恶杂个。啊，今麦食一碗仙草，拄啊通啊退火啊。嗯，啊莫安尼看，恁两个嘛做伙食。好，食食食。哦，我拢已经手术偌久啊，莫阁搞动作病人啦。俺是为着要顶应我和妈报一个一趟着手啊，说比袂过瑞德买来仙草。哎，就安尼吼。规身躯汗，唔知影小吃一下，啊，连咩啊冷气一吹哦，万一头壳痛是要安怎？多谢妈，不过你放心嘛，我身体哦，我才会歹着啦。入来，阿叔长，只有一份公文，需要你的签名。你先放伫我办公桌啊，我等下再看。好。安姐。要吃青草无？我给买嘞。哦，唔免啦，我过来做工课，多谢。啊。妈，其实这燕窝是安琪一透早起床后，就帮你订的嘞。啊，为着你订这燕窝，佮烫着伊手，啊，佮个防护叫我唔爱佮你讲啦。啊，你即马连一嘴你拢无吃，你就空谈遐，啊，你顶多食这有冰的啊你。对你身体感情真好啊！这是我家己无说伊的，哪有需要讲出来啦？啊，这嘛是你的心意啊，唔想别个讲啊。安琪，多谢啦，你的心意我收到啊。幸好，无你甲燕窝包开，妈妈今嘛吃。今嘛。无啊，你即马食冰的物件，佮食烧安尼，你会袂？不要紧啦，董事长，无你较等者才食。你愿意食我做燕窝，我就足欢喜啊。来啦，我看者烫在倒位。不要紧啦，小可烫伤，而且我已经抹过油啊，不要紧的。什么小可烫伤尔，拢经碰破啊！哇，幸好啊！妈妈知影吼，你唔敢安琪啦，无安尼啦，你了咪去找皮肤科的蔡主任，你叫伊开一下烫伤的药啊，了咪替安琪我。多谢董事长。还阁有啦，以后你免做安尼啊多代志来巴结我，你只要把你家己的代志做好就好啊。既然姓洪佮爱伊哩，我就会尊重伊。伊是我的后生，所以我也是继续观察哩，到底有适合无？多谢董事长，我知影，我先去做工课。安琪，不要紧啦，唔免烦恼啊。杜清玉，你终生中计啊！妈，我恁无闲，我先来。好啦，那恁你有闲，就爱开车等下陪妈妈吃饭嘞。当然。啊，小弟啊，哎，好，等下。妈，那恁我马上等下办公室报名来。好。小弟，你准备走。哦，好啊。妈，拜拜。
较细些呢。好。嗯。妈，阿姨我可会记得吃啊？好啦。你喺我替你妈遐，阮是好诶。你拄则家己嘛看到啊，俺是真是无辜诶呢。伊明明就是想要替妈保一下身体，结果妈一点仔面子拢无给伊。妈伫稽查，不直接甲俺是讲啊，伊根本就无介意俩。真来当怪嘛？还是俺是正常啊，甲你做唔到代志。而且我咧讲过啊，我调查过伊，伊无朋友也无亲人，哪有人这样心理啊？你怎么感觉奇怪？真的有什么好通奇怪啊？安琪的过去哦，都甲伊个履历表顶关写的同款啊。伊是足早以前哦，伊就移民去美国啊，是因为伊爸母哦出车祸过身了，所以才转来台湾的。而且相公伊无朋友的啊，我就是当朋友干唔是？人咧为什么要甲黎明德斗相共啊？这我冇去问过伊啊。伊真正是予林敏德威胁利用伊的，你嘛袂用怪伊啊。告诉讲伊若是真正有犯罪，那你检察官早就甲起诉啊，好无啊？讲到底，伊嘛是受害者咧，但讲恁就袂用再予伊一次机会。你即马真正是恋爱脑，不管讲啥，都嫌皮皮啊。告诉讲，真心对待家己所害啦，这就是恋爱脑，哪里对？我是。我这世人，我就已经认定伊啊！可是讲咱原来是真正是我兄弟，拜托你不要搞笑添一个。我只是希望你较客观的，想要对伊啊加了解一个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就是上了解的人，敢讲你阁无够？讲实在的，谈恋爱就只是两个人的代志尔。我真正是最要紧你干嘛？所以我才重视，恁到底是怎看安琪？可是我妈若是继续安尼讨厌安琪，那恁时间一久啊，伊是不是连我拢讨厌？也是你感觉你是妈亲生的，所以妈安怎看拢跟你无关的，你才不会搞大三同是吗？你敢真正是认为我是这种人？我唔知啊，我嘛无想要听你解释，因为你即马好感觉就是你根本就无搞到你兄弟。阿丽啊，